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my， 又见面了。今天来教大家怎么踢雷费龙，记得队伍不要乱组、哦、看清楚左边的小笔记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来吧，观众们！有牛仔放牛仔，没有牛仔放左仓，没有左仓放火屋，漂亮，出发！可以，六 C， 这波没问题了吧？成功，雷费龙就这样。